这路上有点凉，要是能烫了，就帮他烫了。兄弟，这石盒怕是用不上了。什么？人不行了，能不能挺得过今天晚上还不知道呢。长话短说，抓紧时间。司令，司令啊，沈满仓啊，我给你倒点水去啊。不用了，陪我说会儿话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谢谢你来看我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，满仓，我自光绪34年追随中山先生，参加同盟会至今已逾10载，如今共和虽然实现，可革命远未成功，可我却身陷囹圄，要遗恨终生了。不过我吴越峰为中国进步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满仓，你是个忠诚可靠之人，要想成大事，一定要把眼光看得更远一些。更远？我问你，世生百物，为什么只有人才能住在世界呀？因为人可以看到比眼前的生活更远的地方。更远的地方是哪儿啊？你一定会看到的，看到革命的成功。
中国的进步。满堂，不要让我失望。1918年冬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以英国、法国为首的协约国战胜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。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1919年1月开始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山东及青岛问题成为事关中国主权的重要议题。日本政府狂妄地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一切权利，而中国政府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，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21条，收回山东权益的提案则被否决。消息传来，舆论大发，从而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。青岛问题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。慢点啊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！老板，老板，给我吧。忙了半天了，谢谢。这几年来你也挺不容易的，要是掌柜在的话，你也不至于操这么多的心。少给我提你们掌柜的啊！什么你们掌柜的？等着吧，等会儿我非得一刀劈死他。古兰大姐，满仓啊！哎呀，你回来了，快快快快进来！你好，我的学生在商量一点事儿。哦，那行了，同学们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可以回去了。路上小心啊！满仓，你先坐啊，马上就回来。承志，你不认识你满仓叔了？满仓叔，过来。小子，这么大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认识谁，都不能不认识我。满仓叔，我看，小子都长这么高了啊。问你一事儿，你小妈姨怎么样了？小妈啊，昨天我和承志还去找她了呢，又给承志做了套新衣服。还是小妈姨疼你。你叫人了吗？叫了。嗯，这是昨天小妈姨给我买的2本画书呢。哦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写作业去吧啊。我还要和满仓叔看画书呢。妈妈和满仓叔有要紧的事说，你听话，啊，快去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咱们烟馆啊进了上等的东洋膏。哎，轻点，轻点儿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没说你。这回咱们这个东洋膏可比中国的烟土强100倍，那劲儿大着呢。我跟你说，一口上天堂。来玩啊！发回来了。谁电话？又来生意了，一个老客户问咱们烟馆有没有上等的东洋膏。我看咱家这个烟馆啊，恐怕得关。为什么呀？自打欧战结束以后，我就觉得这世道可能要变。那你看，
现在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都在组织游行示威，全在反日。发，你没事儿吧？这是在青岛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这么挣钱的买卖不干，我们能住得起这么大的房子呀？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发，我说不开就不开。你说咱们家现在有工厂，有商号，还有房地产，有那么多买卖能做，干嘛非得干这个昧良心的事儿？那再说，当初开烟馆都是说好了，把钱挣够咱们就干别的，对吧？烟馆必须得关。喂，有有有，我们烟馆有上等的东洋糕啊！对呀，那你来玩啊！那这两年他在监狱里，你就一直这么陪啊？你说那么健壮的一个人，就这么活生生的给折磨死了。哎，我是个警卫啊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哎，我却没能力救他。满仓，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，对得起吴司令的这份信任。而且，孙中山先生不是已经追授他为陆军少将了吗？这件事情别再多想了。说说你，这两年长了不少见识吧？啊，在吴司令那儿啊，反正到了晚上没事儿，他老让我们读读报啊，看看书啊，学学知识什么的。有时候啊，他还给我们讲讲国家大事。就是到临死的时候，他还嘱咐我说，要把眼光放到比现在更远的地方。果兰大姐，你跟吴司令都是我的先生啊。是你自己进步了。那你这次回来怎么打算的？啊，我没什么打算，我就先看看吧。看什么？看看小妹的态度是吗？不是。你走了以后，小妈可后悔了，这些年一直在帮你招应染房，等你回来。放心回去吧。啊，嗨。我这没事儿。国兰大姐，这段时间一直你挺好的吧？现在全国民生沸腾，各大城市都在罢工、罢课、罢市，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合约。可是引发这场运动的青岛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刚才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我们学校的学生打算组织一下上街游行。可是光靠我们的力量不够，还需要工商界广大市民一起来。所以这次你回来了正好，和天佑一起在商界帮我们呼吁一下，支持我们这次学生运动，行吗？我这平时嘴笨，呼吁我试试。反正你需要什么帮忙的我都帮。不急，我们也需要组织一下。你呢，好好安顿一下，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去找你。嗯，那行了，我不留你了，赶紧回家看看吧。啊，那我今天晚上我去天佑那儿待一晚上。干嘛不回去啊？怕小妈啊？啊，不是怕。哎呦，这上过战场的人怎么还怕一个女孩子呢？我陪你去。哎，不用。我不是，我正好那么长时间没见天佑了，我也想他，我去看看。行，我送送你。谁呀？进来吧。祥子。
我回来了。去了好多地方。那，你这回回来是常住还是就待几天？要是婶子没什么意见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天佑，天佑，天佑！娘。真的是你回来了，阿草，阿草，回来了。你小子不声不响的走，又不声不响的回来，真有你的。想我了？想，真的很想你。满仓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对了，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哎，不用了，嫂子别麻烦了。没事，要不咱们趁饿了，叫上大哥。好啊，走。哎，孙子，我这回来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，也请你以后多担待。你原来听见了，走吧。满仓，你不在的时候，天佑天天都想你。既然回来了，你们兄弟俩就好好处吧，啊！天佑，难得你们哥仨聚一聚，今天晚上多喝点儿。晚上你跟满仓一起回来，就住咱家吧。好，我给他。今天给你坐，你坐几车？你坐着。别，大哥，哎，别，你坐，你不是我，大哥，坐着。别，我不能坐，哎，坐吧。看你，那行行，那既然我坐这儿了啊，那这顿就算我的啊，谁都别跟我抢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没人跟你抢。行。哎，马仓，那个今天给你接风洗尘，你想吃什么菜随便点啊，咱现在有钱不罢。这挺好，挺好的了。再说不在菜上，咱一块叙叙旧，聊聊天。满仓，你不用跟大哥客气。虽然我是惨淡经营，刚把债还清，大哥可不一样，那是青岛首富，是吧？他有工厂，有烟馆，有房地产，有商号，人送外号“半青岛”呢。这少来，这外号就你叫。哎，烟馆啊，还做这生意呢？嗨，我这以前为了挣钱嘛，开了一阵，我想关了，关了，关了啊。对呀，我那会儿不就跟你说嘛，为了发家是吧，谁的屁股都不干净，咱只要挣够钱马上抽身就撤，反正我下德发以后绝对不碰这些肮脏生意，咱只干正经买卖。而且我把这个烟馆那块地儿捐出去了，开了一个孤儿院，也算是为开这个烟馆赎罪吧。啊，哎，不提我这些脏事了啊，来来来，咱喝酒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欢迎满仓回来。哎呀，哎，马仓，你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？啊，我这不去参加护国军了吗？啊，这跑了不少地方呢。后来护国军这不解散了，我就回来了。啊，有什么见闻见识给咱们讲讲？你还别说，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，也见了不少人。通过这些人啊，我还真知道了一些道理。你看看，你看这出息就不一样，长见识，不像咱俩成天在青岛待着。那你别这么说，青岛也有明白人。你比如说古兰大姐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去古兰大姐那儿呢，她现在正在组织学生搞游行呢。然后呢，说要求政府啊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。她跟我说啊，要碰到你俩，跟你俩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在商界呼吁一下，组织罢个市，声援学生。这个我同意啊。自从日本人来青岛以后，我是深受其害。如果再把青岛割给日本人，老百姓怎么活啊？
大哥，你说呢？这事儿是好事儿，我是举双手赞同。我就怕我要去一说吧，你说人家都知道我以前跟日本人合伙做买卖开烟馆，我这自己底子都不干净，我怎么去说别人呢？是不是？那这干的好事儿，那还怕别人说呀？也是。行吧，反正这样。那个，你回去跟他们说，只要学生有游行啊，让他们告诉我们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在商会里呼吁呼吁，咱找点人一块去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哎呀，咱不说这个，咱谈谈正事儿。你说你这回回来，这终身大事儿该办了吧？什么终身大事？哎，小妈儿啊，人家可一直等着你呢。什么等我？你先说呢。天佑。嗯，那个我怎么听说，那江大叔那儿最近去了好多人给小妈提亲呢？啊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啊，怎么样啊？我听大妈说，有几个好的，不知道大叔答应没答应。这真的？啊？你装啊，接着装！我看之前出去你没学会别的，就学会嘴硬了。你说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回回来把这个大事儿给办了啊！行了，要不然你说小妈儿容易吗？这么些年等着你，不婚不嫁又帮你伺候买卖，你这凭什么呀？来喝。让晚仓在咱们家住一晚吧。我是说这么晚了就不打扰傻子爹了。就住阁楼，我去收拾一下。等等，我已经收拾好了，去吧。你就算怕小妈儿，也用不着怕红志他姥爷吧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你自己进去吧。
妈上染房了，快进家吧。这些年反正也算是瞎混吧，什么名堂也没混出来，也没升官也没发财，就这么就回来了。傻孩子，人回来比什么都强，要什么升官发财啊？当初啊都怪小妈太任性了。哎，不怪她，是我配不上。这事儿你说了不算，小妈说了也不算，你说啊，我说了算。哎，叔，不提这事儿了，你再逼他我还走啊。我没逼他，满仓啊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走之后啊，他大哭了一场，打那以后我们爷儿俩再没提到过你。这几年啊，他一直经营着你那染房，生意还不错，赚的钱嘛，我没问过，他也没说。我琢磨着啊，都给你在银行存着呢。他要是对你没心，能那样吗？对，那还不是您给逼的。他不喜欢我，我们俩当着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过。哎，那现在再让他说说看。女孩子，有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喜欢什么，可一失去了。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。你们俩呀，年龄都不小了，找个日子把事儿办了吧。不提这个了，叔。嗯，普京大爷还好吧？哎，红志，这是最后一口。哎，姐，啊，师傅，小妈来了。小妈，小姨，你吃饭了吗？小姨吃过了，我想跟我姐说两句话。哦，行，哎呀，快去，快去吧。哎。来，红志，还有最后一口。干嘛呀？啊！哎，你轻点，干嘛毛毛躁躁的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姐，那个人回来了。你说满仓啊？嗯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他昨天就回来了，昨天还在这儿过的夜呢。啊？他昨天就回来了？啊。这个没良心的，回来了也不知道回家。人家不是怕你吗？整天对人家凶巴巴。姐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既然满仓都回来了，你们俩抓紧时间就把事儿给办了吧。姐，怎么你也觉得我应该嫁给王满仓啊？你不嫁给他还想嫁给谁啊？满仓人多好啊。他好，他哪儿好啊？他长得那么丑，跟个崂山芋头似的，站在门口都能辟邪。还能赶上姐夫一半好看就不错了。哎，这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能当饭吃啊？那都是给外人看的。哎呀，小妹儿，你听姐一句吧，姐是过来人。这嫁人啊，一定要找一个知冷知热、会疼人的。我觉得满仓啊，是一个会把你放在手心里疼你的人，不像你姐夫。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姐夫不也挺疼你的吗？不就一栋房子吗？早一天晚一天，那怕什么的？不是一套房子的事儿。你姐夫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整天想的全是他的生意。哎，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姐夫想多挣点钱，多挣钱为什么呀？还不是为了让你跟红志能过上好日子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操姐的心了。你呀，就踏踏实实的嫁给满仓吧。这些年你等的不就是他吗？我等的是他吗？好像是，又好像不是。嫁给王满仓这么个人，我怎么那么不甘心呢？你呀，打小就是嘴硬，老是口是心非的。我还看不出来啊，你挺喜欢人家满仓的。我喜欢王满仓？对呀，要不然人家走了你哭什么呀？哎呀，行了，
相信姐吧，满仓啊，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老板，老板来了。咱这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幸亏库存备了齐，要不然都赶不上卖了。哎，大家听我说啊，最近啊，咱们家的布好卖，好多老客户还介绍了好多新客户，所以大家辛苦点，加把劲儿。今天晌午给大家加菜，另外老规矩，加班还有加班费啊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老板。哎，老板，什么时候叫你老板娘啊？就是我，叫你老板娘。去去去。别瞎说，赶紧干活去。干活去。哎，小虎，咱们那个圆白布要加大进货量，回头进货的时候你跟吴老板说说，让他把价钱再便宜点啊。行，老板知道。那个，看什么呀？快去。哎，您看我们这布料多好。您看啊，这布料，您看，哟，老板您来了，老板您来了，老板，哎呀，老板来了，来了，你们家的布啊，样式可真多，我可喜欢呢。一个布，没事，上来，好好好啊，老板娘，上午买的布还有吗？在那边呢，走，我带你看看，来，来，您拿好了啊，老板，来点布，哎，您要多少啊？三尺，三尺是吧？老板，酒来了，放哪儿呀？随便找地儿放吧。哎，老板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大家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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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柜的。小曼呢？在屋里呢。行，那你们先忙着啊。好，先忙，先忙，先敲什么呀？你自己的屋，进来呗。在啊。哈，这屋里边没变样啊。上哪儿发财去了？我这些年就出去转了转。挣着大钱了？没有。听说你当兵去了？啊。会打枪了吗？打得不好。咱们过去看看。上过战场吗？上过，也没机会。升官了？啊，没有。你走了这么些年，既没升官，也没发财，你可真有出息啊！我以为你王满仓发下毒誓，许下大愿，混不出个人样就不回来了呢。
这是这些年的账，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不用了，我都说过了，你挣的钱都是你的，你要是愿意，这个染布房也是你的。你当我张小蛮什么人啊？我是图你这个吗？这今年的账，这去年的账，这前年的账，这大前年的账，这些是收入，这些是支出，你自己慢慢看吧。小蛮，干什么？小蛮，小蛮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谢谢你。谢谢我，你走了这么些年，一句谢谢就完了。你走的时候连句招呼都不跟我打，你把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丢给我一个人。王满仓，我是个女的，我又不是你们家养的牲口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里里外外，我进布匹，进染料，下单子，这柜里、账上、这屋里，这里里外外全都我一个人来打理。你一走走这么多年，人家外面那些人看我是个女的，想欺负我，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，你是人吗你？小妹，是我不好。那既然你说什么都行。买酒是个枕头的。四年，一年一晚，干了吧。玉头，我叫你干斯文你就干斯文，我叫你干斯坦子呢。你叫我干斯坦，我都干。
上来。